紹下我間房啦，不如咁其實呢間房係阿客户準備嘅，咁哇靚到不得了，因為好多時出 trip 我哋嗰間房都係員工宿舍咁噶啦。對於出 trip 嚟講咧，第一件事真係好重要嘅咧，就係咧穿背皮髮膏。即係我每一次出 trip 咧，因為其實好多時都係唱歌啦，咁搭完飛機我好乾嘅，咁所以咧我實帶嘅，唔穿背皮髮膏都抽嚟皮髮襪啦，總之都皮髮襪嗰啲啦。咁因為嚟到外國地方咧，呢啲嘢好難揾嘅，咁所以自己有咁大支帶咁大支嚟咧，沖定一大支水嘅俾大家睇啦。咁我就成日飲，咁唱歌嗰陣把聲就會潤啲噶啦。咁跟住有花收㗎，有人送花俾我㗎。下面都噴泉噴水啦！今日好靚啊，好靚啊！其實呢一個景真係實在係太無敵啦，又有嗰個 A4 巴黎鐵塔啦、凱旋門啦，又有嗰個摩天輪啦，跟住其實基本上一半即係最精彩嗰一半咧，我呢間房都望到，哇！勁啊！昨天在下面看真的很震撼的，基本上拉斯維加斯即是半個最漂亮的一面，我們這個路途都看到了，好好看。這個是我助手的電話，大家看看先，他就是在微博人稱韓紅那位，其實他叫 Kitty， 沒錯，叫韓紅。這張床都是很舒服的，因為是很咁即係出 trip 嘅時候，有時啲酒店咧幾靚都好，啊係張牀都唔一定係特別舒服㗎，有時好鞋嘅。但係咧，佢呢個咧係有一大陣好大陣嘅，好似啲街市賣雞嗰啲咧羽毛味咧，其實就係啲羽絨被啊、羽絨枕頭係真係好真材實料，所以軟淋淋間好舒服。跟住就睇下呢一個我嘅宮殿，簡稱廁所。咁咧。是以小學生的計法來說，這邊是 Kitty 的，這邊是我的，是過曬界的。還有我是推了一張凳進來的， 很開心，因為今次的廁所很大，我可以在這裡，我們平時就叫做起壇作法的。因為我每一次演出，其實很多時候我都自己要化妝整頭，介紹一下。好，介紹一下，因為今次整頭髮咧，其實我都係夾，即係夾下攣啊，夾下直咁樣，咁就戴咗支 Vida Sassoon 嘅夾啦。跟住咧，頭髮咧，我一定要戴絲枷鎖，好多頭髮唔好意思，我一定要戴絲枷鎖嘅，因為咧嗰啲酒店嗰啲膠框框嗰啲梳咧，好多時咧我梳斷咧都未梳到啲頭髮，咁所以咧係都戴咗一把靚梳。咁同埋咧就戴咗啲leave-in conditioner， 咁今次咧就戴咗 Zubaki 嘅呢一支，我覺得冇呢一個嗰支叫咩咧啊，我平時介紹開嗰支係咩唔記得咗添 ，Pantene 嗰支咁好，同埋好細支。咁咧基本嘅護膚品咧我都係帶一啲 sample 啊，真係好不可多得就係雪花秀嘅 sample， 因為呢一個 sample 其實喺香港做嘢嘅時候攞嘅，咁嚟到呢邊咧真係靠曬佢，因為佢好潤啦，同埋佢潤得嚟唔會立，同埋好 block 毛孔嘅，咁所以咧哇好彩今次有呢支細細支嘅雪花秀，咁另外爽膚水都帶咗雪 Cedo 啦。咁今日同大家講咧，呢度啲粉底咧要溝 lotion 嘅，如果唔係咧會太乾，咁就我哋係用呢、這個Crayolin 嘅上次介紹過呢個 Mousse 嘅foundation 啦，再溝 Shiseido 嘅呢一個 lotion， 咁就啱啱好噶啦。防曬方面咧，今次我真係唔會再鬼上身噶啦，今次點都用我最信任嘅 Vivi Beach 防曬。咁但係個身咧，其實都係可以查一下 Shiseido 啊其他牌子，因為呢支好珍貴。咁護膚品咧就咁上下啦。咁今次其實化妝品大家都知道我平時用開啲乜㗎啦。咁粉餅方面今次帶咗 MJ 啊，又出奇地好喎、啊。因為粉底咧，我多數咧都會揀一啲真係出名粉底嘅牌子，譬如 Armani 啊、Guerlain 啊。咁但係啱估唔到咧，原來 MJ 嘅粉餅都係好好嘅。咁仲有唔少得咧，就係我啲數啦。咁因為咧。即係有時喺個化妝袋度咧，你左抄右抄嗰陣時咧，佢會呢度又跌一支，嗰度又跌一支，即係掃完個地下又掃你塊面咁樣咧。咁所以咧，我就一嚟到我就會揾一個揾住好人家安住咗佢，咁就將佢哋擺曬喺度嘅。咁跟住啊，夾啊、抗水啊呢啲都係咁上下啊，同埋呢個波波。
呢個波波粉咧，我實在有冇話過俾大家聽？好多人覺得咧上唔到粉啊嘛，用呢一份。咁其實咧，你可以買翻嚟嗰陣時咧，吸住呢塊面咧壓爆佢先，即係壓碎佢嗰啲波波先啊。咁之後你再用手上，你想上嗰個光澤感咧，就會可以出現噶啦。咁由於製作單位咧都係準備，即係我唔係會落去食早餐嘅，咁佢就話會 room service 上嚟俾我啦，但係使唔使咁多啊？癲咗！其實呢度係我同我助手兩個人嘅份量嚟嘅，但係哇，不過對住出邊嗰個景嘅呢個機唔係好拍到啦，就係頭先拍俾大家睇嗰、那個對住呢一個景食個早餐咧，真係舒服曬。其實你可以吃的了，其實呢你不吃我都吃的了，開埋一個了。昨天呢這個 yogurt 呢我覺得是有點酸，所以呢我今天手教訓了，我一定會先落了這個蜜糖先，跟住呢先再將這堆東西倒下去，因為其實昨天我覺得是有點酸的。今天很多藍莓和黑莓，欸，沒有士多啤梨，今天吃吧。哇，好曬和好熱啊！我想這裡周街最多的呢就是大電視，因為呢好像每一間酒店呢都有幾個大玻璃。是著名的 A4 巴黎鐵塔啦。咁除了 A4 巴黎鐵塔之外，係仲有 A4 海旋門嘅。好涼快啊！我唯一覺得最涼快嘅部分啊！但是因為今天好像是有一個美國的公眾假期，所以呢他們說 Las Vegas 很酷，我就算晚上想看一個 show 叫做 O 的，其實我也是來之前才想著要看，都沒有飛，這兩天都沒有飛，很可惜，因為我在這裡三天而已，但是其實覺得走出來這裡就是周圍玩一下都很開心的。通常呢我去一些有 premium outlet 的地方呢就要去的了，因為呢我都挺喜歡走的。話說就是這裡的 brand 呢其實我都很啱心水，即譬如 Coach 那些呢之前是可能說緊他本身都全場都七折的了，然後忽然間他會再來有當日的半價三折啊，這樣就很抵的。但是呢在這裡走 Outlet 其實呢就是因為很熱和很曬，所以呢你會發覺呢入鋪率是很高的，因為呢你平均走十米就開始頂不緊要去匿翻入陰間的了，所以呢就我由於呢昨天在條街上走呢就有嚴重的中暑感的，所以今天呢我就帶了這個穿褲腰高出來了。我就建議大家基本上呢，如果你不需要養聲啦，好像我咁要演出的話呢，你都入定支水凍落啊，或者入定支補抗力咁就會好啲。咁同埋呢呢啲嘅凍水噴霧機呢真係好多好多得嘅，你一 feel 到有強烈嘅中暑感呢你就要匿喺佢下面呢俾佢噴下㗎啦。可能八折再六折咁樣，但係原來
佢啲嘢都係真係都係貴到嚇死人。